最后的日子。光头强，站住！站住，光头强！哼，看你我还敢不敢来砍树？就是。真倒霉，又碰到他们了。喂，光头强，李老板，您就别催了，我保证这个月的任务能完成。难道我打电话给你就只是催你砍树吗？难道还有别的吗？别说我不关心员工，我这次特地给你预约了一次全身体检，很贵的哟。哎，李老板，体检就不用了吧？您让你去你就去，你要是查出个什么病，我好及早换人来干活。就这样了，赶紧去。这个李老板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强哥是谁呀？身体强壮得很，哪需要什么体检呢？当当当当当当。光头强，你的快递来了来了。我好像没买东西啊。这个是，哦，原来是体检报告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什么？不可能吧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刚才是在做梦吗？体检报告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我得了绝症，为什么是我呀？都这时候了，谁还打电话来啊？光头强，李老板，光头强，体检的结果我知道了。你哭什么哭啊？既然这样，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给我砍树啊！听到没有？啊，是吧？听见没有？别想给我偷懒啊！李老板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让我去砍树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我不管，反正离月底发工资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不做了。喂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不砍树还能干什么呢？好烦呐，好烦呐！不行，不能这样浪费时间了。不过要干什么呢？不知道爸妈知道后会有多伤心。不行，得让他们安心才行。喂，谁呀？说话呀。妈。喂，是我。啊，强子，这个时间段你不是正忙的吗？咋突然想起给妈打电话了呀？这个，我。咋的了，强子？你是不是也出啥事了？喂，强子，喂，妈，我没事儿，刚刚跟客户讨价还价，给累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妈，一会儿我给你寄张银行卡，里面大概有几千块钱，是我刚挣的。强子，外边工作压力大，有啥事儿你可一定要告诉妈啊。妈，爸呢？我想跟他聊聊。你爸呀，今早送医院了，昨晚高血压又犯了。你咋不跟我说呢？你不忙呢吗？强子，妈还得跟你爸去送饭呢，先这样啊。哎，妈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喂，快递员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再这么浪费时间了，我得把自己想要实现的愿望写下来。哎呀，怎么就想不出一个愿望呢？按照剧情安排，肯定是李老板打来的。李老板，有愿望了。光头强，李老板，我光头强今天告诉你，别以为不给我发工资，我就怕你了。你又自私又小气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没人愿意给你砍树的。
第一个愿望就这么实现了，然后就是处理锯子了。你也跟我一起砍了好几年树了，我要是，唉，还是把你埋到森林里去吧，也算是对这份工作的一个交代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光头强！别追了，我真的只是埋锯子，没砍树啊！拿着锯子不砍树，你埋锯子，变谁呀你？欺人太甚！我要轰轰烈烈地战胜他们一次，让他们跪地求饶。光头强！熊二，熊二，没事吧？哎，这熊大，这……哎，看来光头强的病很重啊，怕是以后没机会跟咱们斗了。你看看背面，哎，咱们刚刚是真的误会他了。愿望？他真的只是埋锯子而已。光头强，好可怜呀！熊大，不如俺们帮他实现愿望吧。嗯，啥？光头强还想去大海潜水？这可难办了，森林里哪来的大海呀？哎，有了，有湖呀，大海和湖应该差不多的。啊，那咱们赶紧去准备准备。开始行动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想干嘛？放我下来！快放开我呀！放开我！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你们好好好，放下来呀！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你们别过来呀！哎，不好！我不想背影。对呀，我会游泳啊，太久没游，差点忘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哟，光头强人呢？哎呀，他不会有危险吧？没事的，光头强会游泳。好久没有这么畅快的潜水游泳了，还真舒服。潜水的愿望顺利完成，不过光头强写的这个更难办了。他想长一对翅膀在天空中飞翔啊。翅膀？难道要去跟兔兔借吗？哎，好了，不用。救命啊！放我下来呀、啊！熊大侠们，你们就饶了我吧，我都保证过以后再也不会砍树了，你们就发发慈悲放过我，别再折腾我了。熊大，做生的日子不多了呀，看来光头强不满意俺们给他实现的愿望了。可是咱们也尽力了，难道真的帮不上啥忙了？哎，熊二，这个愿望咱俩一定能帮他实现。啥？轰轰烈烈的打败俺们。哎呀，光头强哪能打败俺们呀？哎，假装被打不就行了吗？好吧。光头强，熊大侠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你们别欺人太甚，别以为我强哥是被吓大的，看招！放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哇，光头强咋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哦，耶！哎呀，好痛呀！哎呀，光头强好厉害呀！让你们得意，让你们得意！别打呀！光头强，别捣乱了！你们也有今天，看我怎么打败你们！不要啊！支持不住啊！我终于打败他们了！哎呦，他不会是还有啥愿望吧？咱们跟去看看。哦。哎，请问是光头强先生吧？嗯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把您的体检报告给发错了。啊？您的体检结果一切正常，祝您健康。什么？我没病。
太好了，谢谢谢谢，么么么，太好了，光头强没事了。大狗熊，怎么又是你们？熊 T 恤专卖。据最新数字统计，全国各地区部分物价上涨多快，涨幅已高达20%，达到历史性新高。物价上涨过快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。物价上涨过快，让我们听一下市民的意见。现在的钱可不经花了，房价上涨，肉价上涨，连饭都吃不起了。为了省钱我都不敢出门了，一出门就得花钱。说得太好了，这都说到我心里去了。看来大家都深有体会，如果老百姓的工资收入没有增加，那生活就会越来越艰难了。所以企业老板应该给员工多加点工资。喂，李老板呐，我光头强啊。啊，光头强啊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有木头要交啊？不是，是挺重要的事。李老板，您看啊，那个现在物价上涨的这么厉害，您看能不能给我加点工资啊？光头强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谈加工资？瞧你平时的工作表现多差劲，知道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的意思是现在缺钱，您加点工钱，好让我有力气看书啊。哎，加工钱就别想了。不过我最近有批外贸 T 恤衫，就算给你做补贴吧。T 恤衫？喂，哎，李老板，王东强，包裹。谢了。这衣服的质量好一般呢。对呀，拿到镇上去卖，估计也值几个钱。看一看，瞧一瞧喽，新货大甩卖喽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卖什么？卖什么？衣服呀，是衣服。各位大叔大婶、帅哥美女，现在有批进口名牌外贸 T 恤衫，特价出售，1件30块，2件50块。怎么这么贵呀？这么贵谁买呀？来来来，一点也不贵，进口纯棉，帅哥买一件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来来来，大婶，我还没结婚呢。哎，等等，都别走啊！哼，真是没眼光。唉，算了算了，这衣服还是留给自己穿吧。买衣服太麻烦了，还是砍树来钱快。嗯，这可不错，高大挺拔，枝繁叶茂。哼，开工。有。哎呀，好痛啊！谁乱扔垃圾啊？哎呀，走开，吓坏我了。光头强，这才几天又来砍树。熊大熊二，哼，又是你们这两头熊整天和我作对，惹我光头强熊熊变绵羊。哎，看我的锯子攻击。哎，又来这招。熊大，这次让俺来哈。好吧。看俺的蜜罐爆鳞球。太小儿科了。嘿，郭东强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可能没事儿啊？请输入取款金额。对不起，余额不足。穷啊，砍不成树，现在连饭钱也不够。算了，还是回家吧。哦，真酷啊。哎，这件 T 恤真好看，也不知道在哪儿买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哥们儿，
你这熊掌 T 恤衫还真够酷啊！熊掌？哎呀，是啊，帅呆了！哪儿买的呀？我也想买一件，够帅呀！没见过这么有创意的。哥们，哪儿买的？哪儿买的？这个衣服是我自己做的。哎，我也要一件，我也要一件，卖给我一件，卖给我一件吧！哎呀，别急别急，你们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拿啊。只要把衣服都画上熊掌，那我就发财了。不过卖相一般呢。看来只能去找熊了。来来来，熊大，接着喊。熊大，你快给眼妆一个嘛。好，看准了。太好了，熊大熊二都在。来，接着。哎呀，光头强哪儿呀？呀，哎呀，奇怪，光头强来干啥呀？还带了这么多衣服。不过这个 T 恤还挺好看的哈。光头强，你鬼鬼祟祟的想干嘛？是不是又想偷偷去砍树？不是不是，熊大侠，我都好久没砍树了。其实今天来找你们，是想麻烦你们帮我在衣服上印几个熊掌印。熊二，过来。熊二，光头强不砍树，那就肯定有别的阴谋。那还帮他印手印吗？哎呀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刚才说好久都没砍树了，这分明是在撒谎嘛。两位都商量好了？不耶！这两头熊掌印都不见，真是太小气了。这下肯定万无一失了。只要我砍树，看你印不印熊掌印。光头强的好大的胆子呀，砍树砍到俺们家门口来了。看俺的熊熊神掌。等等。你稍等一下啊，我回来了。请张开你的熊掌。好嘞，好了，尽管来吧。光头强，你就敢弄脏俺的手。别跑。来呀来呀，来追我呀。砍掌。就你砍树成功啦。再接再厉，来追我呀。别跑。不自量力。又有一件。光头强还俺的蜂蜜。发财了发财了。快来看，快来瞧啊！新鲜出炉的熊掌 T 恤，卖给我一件吧。蓝色的，我也要一件。我要那件有很多熊掌的。我要20件，卖给我一件。好，好，卖给我一件。收钱，收钱。剩下的我全都要了。呀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大狗熊，来呀，来呀！快点，快点！赶紧，快给我再多拍几件。哼，你自己玩去吧。就是，就是。这可是个体力活，俺都累饿了。你们等等，别走啊！你们不是要保卫森林吗？我要伐木了。锯子已经被俺敲坏了。你们看，我在破坏小草。看来这招不奏效了。得想想新点子才行。光头强！
哎，实在是得休息下了。光头强一天到晚折腾俺们印衣服，这到底是玩啥花样啊？怎么满街都是？最新的 T 恤衫啊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！最新款的熊掌 T 恤衫专卖，是给我来一件吧？卖我一件吧，卖我一件，我一件，我一件。不会吧？熊掌 T 恤才卖一天，就有盗版了？变成昆虫的光头强，为什么家里来了苍蝇啊？嘿呀，嘿呀！喂，李老板呢？我光头强，家里苍蝇泛滥，严重影响我工作。那个，有没有什么苍蝇补贴呀？光头强，除了钱你还知道什么？可是，苍蝇扰得我一宿一宿睡不着，白天我怎么伐木啊？这样吧，我有一套新研发的特效装备，可以借你用一用，就算是帮我做测试了。记住，千万别弄坏了，这可是很昂贵的。李老板，特效装备。怎么是一堆孙悟空的紧箍啊？李老板是要收了我吗？这特效装备居然让我拥有昆虫的技能，太神奇了。有了这个，我不就可以打败熊大熊二了吗？光头强，光头强，这树的年纪比你都大，不能砍他们。你快走开，要不然俺俩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好累呀，先休息一下。哎呀，熊大，光头强这是完全无视俺们的存在呀！你可真是太没礼貌了！呀！哎呀！中计了吧？俺咋被粘住了呀？熊二，你没事吧？熊大，你快来救俺呀！俺被蜘蛛网给粘住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俺这就来啊！让俺先阻止光头强。呀！哟，我强哥现在不怕你们了。哼哼。这光头强咋变成大蚊子了？哼。大蚊子，嗡嗡嗡！熊大，你小心呀！你跑不掉了。不行啊，俺咋会怕像蚊子一样的光头强的？得想想办法。光头强，俺才不怕你的。想挑战我光头蚊，门都没有。咬！哎！哇！就剩这么点长了，束手就擒吧！哎呀，你别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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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过来呀！呀，哎呀！熊二，算了算了，光头强今天有这么多古怪的装备，咱们还是先撤吧！想跑没那么容易，看我无敌光头屎壳郎圆圆滚滚必杀技，冲啊！哎呀，光头强咋变成光头球了呀？俺咋知道啊？快躲到树后面！别住！别跑！光头强现在晕了，
咱们快上！想偷袭我？这啥味儿啊？这是好难闻呀！郭头强呢？看不见啊！我在这儿呢。耶，郭头强！哎呀，熊二，熊二！熊大，你快来帮啊！惹我光头强，熊熊变绵羊。让你尝尝熊大蚊子的厉害。居然抢我的东西，赶快给我摘下来。俺这就给你送过去。顶不到我，顶不到我。好痛啊。熊大，看招。哎呀，是不是下手太重了？蚊子还是怕烟雾，认输吧。光头强，哎呀，谁敢偷袭我强哥？熊二，你也穿我的装备，又来这招，看俺的。光头强呢？光头强变成了蜻蜓，明明看着更像苍蝇。上吧。太慢了。太慢了，在我眼中，蜗牛都比你们快。怎么还给粘住了？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。熊大熊二，你们的动作能不能再快点？快继续啊！用完了。天助我也！被打飞了。跟强哥作对，你们完全不是对手。熊大，这可咋办呀？我是蜻蜓，飞呀飞呀。我是蜘蛛。我是蜻蜓。不对不对，快跑呀。你们逃不掉了。站住。无处可逃了吧。熊大，救命呀。糟了。要不要再试试啊？光头强，看招！我是蜘蛛，我是蜻蜓，我是蚊子，我是蜘蛛，我是蜻蜓，我是蚊子，我是蜘蛛，我是蜻蜓，我是蚊子，我是蚊子，我是蜘蛛，我是蜻蜓。我是作战成功，谢谢你。胜利！光头强变成毛毛虫了。这是他自找的。熊二，咱们回家吧。我怎么到家了？
坏掉了。走开，走开！这不是上周那袋垃圾吗？苍蝇没了，没了。光头强，我给你的装备用得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有趣啊？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李老板呢？还回来吧。我这里信号不怎么好，听不清楚。这下完了。美味大炮。真好吃。我记得是在这儿的呀，哪儿去了呢？难道在这儿？不在，不在，不在这里。也不在。飞木，去外面晒太阳，别妨碍我找东西。光头强这是在干嘛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哎，找到了。小朋友都让开点啊，都把耳朵堵住了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想再吃一次啊。光头强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你个大炮，真沉呐。大炮。这样就好了，到时候再点上火，咚，然后就有好多的爆米花吃了。炮手准备，左前方45度，开炮，咚！你赶紧告诉熊大、熊二他们去。什么？大炮？那个大炮有那么大，就放在一个架子上，好吓人的。太可怕了，光头强要炸掉森林了，吉吉国王，我们还是离开森林吧。大家快跑啊，快跑啊。本王身为森林之王，怎么那么容易被吓跑呢？要离开也是光头强离开。就是，森林是俺家，保护靠大家。不管光头强有啥武器，俺们都要阻止他。没错，不过咱们得先去看看大炮有多危险。首先把玉米倒进去。你们看，就是那个。光头强往里面装了什么东西？这个看不清呀。哇，还点火！神奇的爆米花，呼啦啦啦，我就喜欢爆米花。哇，好像闻到香味了。光头强又在干啥呢？难道刚刚倒进去的是炮弹？什么炮弹？什么声音？我还是专心做我的爆米花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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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他这是要去干啥呀？他回来了，快躲！先用袋子套住。太可怕了！快走吧！果然是大炮啊，吓坏我们了。咱们一定要阻止光头强，不能让他用大炮袭击森林和动物。没错，来，咱们这么做。
神奇的爆米花，呼啦啦啦，我就喜欢爆米。哦，对了，放点白糖的话应该更美味。呀，里边咋是玉米呀？哎，别管了，快把玉米倒出来，小声点啊。哦，奇怪，我的白糖呢？明明放这里的呀。哎，找到了。俺第一次知道大炮里要放玉米粒啊。难道玉米粒能增加大炮的威力？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爆米花我来了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爆米花呢？作战成功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。神奇的爆米花，呼啦啦啦，我就喜欢爆米花。可咋办呀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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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谁呀？哎，买一套房子赠两辆自行车，我不需要。啊，光头强快出来了，快跑！哎呀，什么房子呀？还买一赠二？莫名其妙。咦，好像是可以开始爆了。好像已经好了，我看看啊。怎么又没有？肯定是有人捣乱，我明明放的是玉米，难道是他们？好吃。小王，这可是大炮里的玉米粒啊，能吃吗？是啊，能好吃吗？当然，味道不错呢。我也尝尝。真的不错。哎，有情况了。突然好想家呀，我去给妈妈打电话喽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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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给我点玉米粒啊。玉米粒很好吃。果然是你们，放下我的爆米花机。你们别想再来打扰我做爆米花。还好我聪明，不然就被你们戏弄了。哎呀，刚才还不如把大炮拿走了呢。俺们不能拿别人的东西，但是如果光头强要摧毁森林，俺们就必须想办法阻止他。阻止？那可是大炮呀，咋阻止呀？这个嘛，熊，你们别想阻止我做爆米花！别开炮啊！不好，压力到顶了。熊二，不行了，俺在洞口藏了半罐蜂蜜。熊蛋，那罐蜂蜜俺已经偷吃了。熊二，吉吉国王，下辈子我还做你的臣民。下辈子本王封你做兵马大元帅。熊二，你压到我的腿了。
太好吃了！我们没受伤，我们没事。太好吃了！当然不会受伤。其实这只是个爆米花机。爆米花机？这个不是大炮？你们误会了，这个是用来做好吃的爆米花的。还没好呀！快点，快点！爆米花来喽！疙瘩，疙瘩的给我，蘸点蜂蜜就完美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别吃我的，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